行政院长苏贞昌与代表民进党参选立委的县议员陈秀宝来到和美福德宫庙方送上好彩头。大陈秀宝赢定，赢定象征赢定。苏贞昌说意义非凡，一定要带到总统府。美女议员陈秀宝挑大梁选立委，接棒前立委父亲陈进丁的地方资源，加上三届议员为民喉舌，之前还曾被自称钢铁韩粉的男子，在脸书公然发文，要对登门拜票的鹿港区三位民进党议员不利，要他们的命。充满攻击这种危害性的言论，让我和我们的同事，甚至我们的支持者都心生恐惧，觉得非常的害怕。转战立委遭恐吓，对上寻求连任的柯承仿。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来准备集齐上。被视为前县长族不冤人马的柯承仿，在本届立委补选当中胜出，这里又是过去王惠美的大本营，实力也不容小觑。彰化第一选区是帅哥与美女的战争，苏贞昌继小英总统后来彰化辅选，要接地气。接地气，对吧？你打，都打的，一打。苏贞昌拉起彰化第二选区立委参选人黄秀芳，直接站上塑胶板凳，一脚一张椅子贴近民众，更与彰化第四选区立委参选人陈素月一同到公庙参拜。民进党接力拉抬彰化四名党籍立委参选人选情，就像打棒球，希望能击出全垒打。三新闻许淑薇、吴怡哲、SNG 小组彰化报道。